香蕉加牛奶等于香蕉牛奶这种公式型的逻辑用来学韩语，让你不用背文法就可以学会一大堆句子哦。举个例子，自我介绍我是谁的时候，你只要记得在저는跟입니다中间填空就可以了。저는지혜입니다저는스물다섯살입니다저는스무원입니다